我覺得佢增強咗佢嘅社交能力。因為佢好中意咧表演啊，佢咧見到啲uncle 咧，佢就會話俾你聽啊，我參加閃算比賽，跟住咧就會 show 俾佢睇啦。我依家計緊呢啲，跟住表演一次俾人睇啦，佢記得幾快咁樣。同嗰啲uncle 表示你啊，你攞部計數機出嚟睇下你有咩快定我夠快啊？係啦，通常都係咧，都係係啲贏嘅。一定係嘅。佢不嬲誒，本身其實由細個已經好有記性嘅，但係咧上完珠心算咧更加有記性，係啊。譬如佢個特別之處，有時譬如記得佢有個親戚嘅，例如幾多樓幾多室，佢都會記得咯。可能係兩年前佢都記得咯。最重要就係可以提升到佢哋個抗壓能力咯。譬如好似參加比賽啦，或者係做數，都可能唔係一次已經好回憶，已經會增添噶嘛。咁佢起碼都要不斷咁樣挫敗、嘗試，跟住再努力咁樣經歷呢啲咁嘅循環，咁佢先至會好啲咯。係因為本身學珠心算其實本身想去譬如坐定啲啊，專注做一樣嘢咁，但係我發覺原來佢咧其實做緊珠心算都可以做緊其他嘢嘅。咁多功能。係啦，咁我都有問劉老師嘅，係啦，教珠心算。咁問佢咁點解佢計啱題，但都可以做啲其他嘢，佢係唔夠專注定專注得滯咧？咁跟住咧，老師就答我啦，其實佢就係好專注。咁其實佢做佢計緊數，亦都可以做啲其他嘢，即係可以專注唔停嘅嘢。主要是多謝劉老師，因為劉老師咧好悉心栽培俊傑，係啦，初初入嚟嗰陣咧，佢劉老師都成日鼓勵俊傑啊，譬如有時佢可能未係做得最好嗰陣咧，佢都會鼓勵佢，叫佢不斷進步咁樣咯，係啦。